大家好，我係幾今日係2020年10月17號星期六，你哋看嚟冇見，即係咁我睇咗泰國嘅示威行動，我覺得泰國示威行動好似2019年嘅香港示威行動，泡水車對示威者噴水，同埋示威者用把遮保護身體。我冇去過泰國，但係我好擔心我希望泰國人加油。其實我自己學泰文，我少少識泰文，我想介紹幾個泰文。第一香港，香港泰文講。香港，再讲一次，香港广东话，泰文，香港，广东话同泰文嘅发音差唔多，下个语言泰国，泰国泰文讲泰国泰文，比較廣東話短啲，發音，我覺得差唔多，下個語言，加油，加油，泰文講，叔叔，叔叔，兩字，共兩隻書，書書，呢個語唔難，同埋日本，日本泰文共伊本，廣東話日本泰文伊本，再講一次啊，伊本。如果我用泰文講，我係香港人，男人同女人少少唔同，男人嘅話，Phnom Penh 講香港 club，Phnom Penh 講香港 club，女人，Chan Penh 講香港 car，Chan Penh 講香港 car。男人同女人少少唔同。最後一個我想介紹泰國加油。泰國加油泰文泰蘇蘇那克拉。泰蘇蘇那克拉。女人嘅話泰蘇蘇那卡。泰蘇蘇那卡。完啦，今次我講泰國事咧，呢個情況好似香港，我繼續注視呢件事，當然我繼續睇香港事咧，我支持你哋香港，我希望你哋身體健康，下次見，拜拜。